这个混蛋、王八蛋、荷包蛋、鸡肉饭、垃圾！行了，现在是中午12:07:20，你还剩下11:53:40。这是尤雅鱼给你的最后通牒，也是我最后的机会，赶快投降吧，否则一场正义的战争就要开始，你死定了！让妈咪看一下你的眼睛、哦。他的右边眼睛还残留着一小块玻璃碎片，所以他现在用右眼所看的东西就像万花筒一样。哇，真的吗？哇，那真的很好玩的。你来猜一下妈咪的手几根手指，来几根手指，看一下看一下。这个混蛋、王八蛋、荷包蛋、鸡肉饭、垃圾！行了，现在是中午12:07:20，你还剩下11:53:40。这是尤雅鱼给你的最后通牒，也是我最后的机会，赶快投降吧，否则一场正义的战争就要开始，你死定了！男人的话就赶快给我滚出来，我已经快要没有耐性了。死线是午夜12:00。潇洒啊！护士小姐，小力一点啊，好痛啊！哎呦，哇塞，包的跟饭团一样，小心，还有没有感觉？痛了！那你们觉得雅鱼会怎么样呢？金刚，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这样子啊！你这样子，妈咪也不想活了。金刚，太太，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么激动啊！不激动？怎么能够不激动啊？你死了，你不激动啊？怎么还会跳的？我还没死，太太，他只是右边眼睛受了伤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哎，来来来，让妈咪看一下你的眼睛、哦。他的右边眼睛还残留着一小块玻璃碎片，所以他现在用右眼所看的东西就像万花筒一样。哦，真的吗？那真的很好玩的。你来猜一下妈咪的手几根手指，来几根手指，看一下看一下，几个手指。好了，头很晕啊。头晕了啊，不用怕不用怕啊、哦。哎，医生啊，那现在要怎么办呢？眼科主任去洛杉矶开学术会议，需要一个星期才会回来。那你不成吗？这不是小手术，如果做得不好，他右眼会瞎掉。那怎么办啊？玻璃会留在他眼睛里一个礼拜，哎，那怎么看东西啊？哭吧。不是你，是他。我？没错，如果你能流出大量的眼泪，或许有机会把碎片冲出。哼，打死也不哭。你看，流泪只是多一个机会，并不表示一定可以。
最直接的还是要动手术。尤雅鱼，这一个星期禁止一切的运动，知道吗？受伤了，不能来。你们又去打架啦？没有。那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会受伤？关你什么事啊？哦，为什么不关我的事啊？你是谁？要你管？你不当我们是朋友了吗？现在我是教练，你也得服从我的命令，马上去练习。好，有种你就不要下课。各位同学，我们开始练习。哦。尤雅鱼教练先生，我们练什么？扎马步。啊！这么危险，好丑！所有功夫的基本锻炼就是扎马步，马步扎不稳，练什么都不成。对，教练说的是。30分钟，现在开始。知道。下一种颜色。哎，喂，你这样还骑车啊？关你什么事啊？现在下课了，我们是平等的。你真的很烦哎。对啊，我很烦。哎，上车了。就算眼睛全瞎了，我还是能够骑。疯了，不要命啊？反正烂命一条。谁说的？总之你不会知道。知道了，你是为了你爸爸。哎，停车。哎，上车了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管我了。你不会了解我的心里在想什么。你走吧。好。这好歹不犯臭烂鱼，我再也不管你了，你去死吧！对不起。我不是好坏不分的，你对我好，我都知道。你不要这样嘛！突然间这样讲，一定是受到很大的打击。发泄出来好了，不然哭出来，哭出来会好一点。打从我3岁开始，我就已经发了誓，我尤雅鱼绝对不会为了任何人、任何事情流一滴眼泪。